哎，来点蒜吧，这东北吃饺子都得。大姐，我不吃蒜，我不吃。啊，你东北人？其实吧，我以前嘛也吃，但是呢，吃蒜这个东西，就有时候拍戏的时候吧，习惯了，因为对手啊就。你晚上又不拍吻戏了，你说你也怕什么？好吃吗你？哎，对，吃一块吃。哎，你看朱桢已经。啊，这就是吃大蒜的感觉，真的，这嘴巴里面还挺冲的。那必须的呀。我不会吃辣，空口一嚼蒜啊，对，冲罐满头蒜。做酱爷，做酱爷尝尝尝尝。哎呀，啊，还可以啊。阿姨，你这酱鸭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么好吃啊！等下给你带去，一人一只，我酱了十多只嘞。太好吃了，这酱鸭啊！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做的，你要尝尝。这个是我们家这个土生土长的纯天然绿色的这小青菜。这青菜味道是哇，好香。哎，味道不一样。主要还是炒得好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阿姨，这是我第一次炒菜，炒青菜。比我们差了。怎么样？炒了好，炒了。